几克？760克。战斗陀螺最终团结，传说巨神，看我的左回旋攻击，右回旋攻击，哇，超酷的啦，是红色的，红色跟金色的传说巨神，哇，又有金色的，对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发射器我看一下，你看它这有两个孔哎、欸。跟一般的不一样，那你如果要左回旋就要选择另外一边，哦，有点难对不对？因为它是最强的，所以还是我来玩就好了，因为你不会所以我来玩。嗯，怎么又转一圈？你这是左回旋哦，右回旋哦，真是的。我看一下，嗯，那你要给它发射在战斗平台啦，不是射在地上啊。射在地上摔了，摔了，等一下它的那个磨损。钢铁轮牌会断掉。这是传说的旋风战技场。传说巨神，战斗开始 ，Baby， 战斗陀螺，传说巨神，勇敢传说巨神，战斗吧，左回旋陀螺，要不要带上去？得吗？右回旋陀螺，那这个很多钱呢。